学术提名展，希望通过邀请中加两国著名的批评家、策展人，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做提名，其实是想给年轻人更多的曝光的机会，也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彼此的作品交流。这个展览在温哥华中山公园展出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，因为这个中山公园它坐落在温哥华这个地方，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重要体现。而这个展览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年轻人互相交流，又在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，恰好符合我们加拿大的价值观，所以这个展览是很好的，我们会再持续的做下去。谢谢。